Low pump， 不错呀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有气有劲。可是我想提醒你，小聪明是成不了大事的。姜还是老的辣。那我再送你一句话：长江后浪推前浪。董事长，您可是我人生的指明灯啊！董事长，有您在这个行业里，是这个行业的光。董事长，您当年拍的马屁，我现在还记忆犹新。你还有余力，资历还浅，恐怕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呢。是吗？可穆总从一开始走到现在，不就是靠的年轻吗？拆对手的台来数自己的微信，让别人看效果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就是把价格压下来。如果你连汽车的供应商都摆脱不了，那到时候林瑞华丢人的可就是你。千万不要学你爸爸。来来来来来，打打打打，使劲打，只会在嘴上逞强。我有个问题特别想问你，费尽心思撬来的男人，过了这么十几年，感觉怎么样？不后悔吗？少年不弃老人吧，你这个年轻人是理解不了。是吗？穆总境界真是高啊，我是达不到的。